各位观众大家好，那我们今天书圣战的这个部分呢，那我们从第64个纪开始讲。64个纪，第64纪这边讲到，若人恒害命，于其法何在？尊宁将己命，善护诸有情。那这边是讲说，这个如果一个人啊，这边不见得是指人，就是指其他的这个友情也行。就是说，如果一直在伤害其他的生命，一直伤害其他的生命啊，那这边呢，这个是去思维的话，它是它是没有道理的。为什么呢？因为很简单，你把你自己的一个，把你自己的这个快乐安乐是建筑在他人的痛苦上，那变成说你要救一个生命，你要伤害其他的生命，这个是没有道理的。好，那这个是延续我们上一集所讲的，讲到就是说外道在向神献祭的时候会杀害其他众生的生命。好，那我要安乐，那其他的就去死。好，那这个不合逻辑啊，不合逻辑，就是说你救了一个生命，结果伤害几十个生命。好，那这几十个生命他们就活该倒霉。好，那他们如何得到救赎呢？这样子神救一个，所以要伤害一大堆，这个不合逻辑，所以叫做于其法何在？这个不会是正法。而反观呢，尊宁将己命，善护诸有情。反观佛陀却不是这个样子，你是牺牲自己的生命去救其他的有情啊。这个佛经当中的这个故事太多了，比方说，舍身饲虎的故事，还有割肉喂鹰的故事，那这些故事呢，大家应该耳熟能详，那我简单的讲，就是可能有一些听众没有听过，我选一个稍微讲一下，这故事很多啦，那整个都讲的话，那讲不完，我选这个割肉喂鹰，割肉喂鹰来讲一下，就是过去呢，曾经有一个国王。有个国王呢，他非常的人民爱物，故事里面大部分都这么讲，那他呢，就是他非常的，就是说他对于他国境当中的人，乃至于野兽，他都非常的慈爱，所以这个天上的天神第四天就觉得这个人啊。这个人做了这么好，是不是想要夺取我这个天地的这个位置？那这样子我来做试验一下。然后他就叫了一个神过来，叫做比沙伽玛。比沙伽玛我们中文以前翻译叫天庭工匠。天庭工匠他是他的手非常的巧，我们人间的第一尊佛像就是他做的。那第四天呢，把这个天庭工匠叫过来说，我们一起来演一出戏。然后这个天庭工匠就化成一只鸽子，然后呢在第四天就化成一只老鹰，然后这老鹰就去追逐鸽子，追啊追啊，就来到了这个国王的皇宫。那这时候国王的皇宫啊，国王正在这个上面在乘凉。各位如果有去这个印度的话，可以看到他们的这个宫殿或者比较大的这个建筑啊，上面都还会有做凉亭，屋顶上面还会做凉亭，一个圆圆的，然后四个柱子，那这个是凉亭，然后没事的时候就在上面乘凉，因为以前也没有冷气嘛，就是这样在那边乘凉。那话说国王在这个皇宫顶上乘凉的时候呢，那这两个天神化身的鸽子呢跟这个老鹰就飞来了。然后这个鸽子呢，来到这个国王面前，就说：“国王，请你救我，这个老鹰要吃掉我。”然后这个国王就保护着这鸽子。老鹰飞来的时候就说：“
这鸽子我来保护，啊，希望你不要吃它，啊。然后老鹰就跟国王讲了说，你这样子做不合理呀，啊，你救了他的命，我没得吃了，我会饿死，所以你为了救他的命，害了我的命，这样子对吗？这样子对吗？那国王就说 ，OK， 你这样讲也是对的啦，好，你说的是对的，那这样子好了，那么就说，既然你会饿死，那你一定要吃肉，我割我的肉给你好了，好，那老鹰说 ，OK， 好，我现在追这只鸽子，你只要就是说，割跟这个鸽子的重量一样的肉来给我吃，那我就同意不伤害这只鸽子。国王说好，他就拿了一个秤，然后呢把鸽子放在秤的一边，然后另外一个秤呢，他就把从自己的手上面割下一块肉放着，哎，还是不够重，啊，比鸽子轻，然后再割一块再放下，哎，还是不够。于是他干脆整条手臂砍下来，啊，放上去还是没有鸽子重。然后呢，他就砍掉一只脚再放上去，还是没有鸽子重。再砍一只脚放下去，还是没有鸽子重。他就干脆整个人就跳到这个秤上面去。意思就是说，没关系，我整个人都给你吃好了。啊，当他整个人跳到这个秤上面的时候呢？那这个鸽子跟老鹰呢，就化成原来天神的样子，跟这个国王顶礼，哦，就说您真的是，就是真的是慈悲，哦，能够这样子舍掉自己，为了保护其他的生命，哦，能够舍弃自己的生命，哦，那你是值得一切天人所顶礼的对象，哦，那这个时候呢，第四天就用神力让这个国王又恢复原来的样子，那跟国王道歉、赞颂、顶礼之后呢，那两个就回到天庭去了。哦，那这个故事就是割肉喂鹰的故事。那这个故事中的这个国王，后来在经过了多劫的轮回之后，哦，那他终于证得佛果，就是我们现在的释迦牟尼佛。哦，那佛陀呢，在过去当中呢，有许多的故事，他为了要救护其他的生命，哦，他会牺牲自己的生命，哦，那这个故事很多，那有心的人呢，希望可以各自去这个去搜寻，哦，那么佛陀的慈悲不是其他的天神，不是其他的外道可以比拟的，哦，其他的外道呢，我们牺牲其他的人来成就自己，而佛陀不是，佛陀是为了众生牺牲他自己，哦，所以他这边讲怎么讲呢？就是说，尊您将己命，善护诸有情。你把自己的这个生命，哦，拿来保护其他的众生，哦，所以佛陀的情操是远高过于其他外道的天神以及仙人的。第六十四个偈，那我们来看六十五个偈。世足但知您，凡诸地无期，泛横温寻慈，思遂善正法。好，哦，他这是指说，在这个释迦族里面所出生的您，也就是佛陀。好，哦，然后呢，凡诸地无期，就是对于地指的就是真理，您所讲的这些真理呢？都没有任何一点错误，不是欺狂的，完全是正确的，哦，那么泛横，哦，泛横这个指的是，清净的言行、哦，那温循慈就是说您的一切，您的这个身口意都是十分的平和，哦，没有任何一点的粗糙，没有任何一点的粗暴，哦，身与意任何一点行为呢，都能够给众生带来安乐，而没有不会带来任何的一点烦恼。好，哦，那么
私税善政法，那就是说您这个说就说您的心意里面，您的心意里面没有任何的烦恼，存的呢所有的呢就是纯粹的正法，纯粹的正法。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要跟前面的几个偈相连，前面几个偈相连。那这个第65个偈就是因为我们看了前面之后，所以呢依这个偈我们来赞颂佛陀啊，您是您的这个身口意好，是纯善，跟其他的外道是不一样的。好，那第66就进入到下一个阶段。好，第65个偈要跟前面连在一起，那66呢进入下一个阶段。这边怎么讲呢？吠陀失意矣，战场杀来敌，教众宁却道，慈悲以待敌。好，那这边是这样子讲，以吠陀为主，这边不是指只有吠，以吠陀为主的这一些外道的这些论述呢，都讲到就是说要在战场当中要杀却来敌，靠这个杀戮来，靠杀戮来消灭敌人，以确保我们自己的安危。那这个最有名的就是薄伽梵歌。薄伽梵歌呢是薄伽梵歌呢，它是这个全世界被翻译成最多语言的一个文学作品。薄伽梵歌怎么来的呢？我们先前有讲过了，就是在这个巨卢大战当中，巨卢大战当中，这个班杜五子的大将军第三个儿子阿周那，他身为大将军，可是他面对对方来敌，主要的都是他的亲戚，这个时候他退却了。然后呢，为他驾车的这个Krishna 克里希纳呢，就跟他讲述了道理，告诉他说，你为了要履行你的责任，为了要保护你的亲友等等，所以你必须要去杀却来敌啊。然后就讲了这个薄伽梵歌，中间呢讲述了许多深奥的道理，其中的确有许多深奥的道理，但是呢，他很明显的就是要告诉你说，你应该要去杀死你的敌人，你要去杀死你的敌人。可是佛陀的道理，佛陀所教的却是告诉你说，外在的敌人是我们内在的烦恼所创造的。因为我们还有烦恼在，所以呢，我们会去我们的贪嗔痴慢疑表现于外在的行为，因此创造了我们的敌人。所以我们要去，我们如果没有把我们内在的烦恼清净掉的话，我们还会继续在创造新的敌人。你消灭了现在的敌人，可是你的烦恼还在，你还会树立新的敌人。你树立新的敌人之后，你还要再去杀死新的敌人吗？所以呢，我们要明白敌人的来由是因为我们内在的烦恼五毒，所以我们要消灭敌人的方法不是把敌人给杀死，你这样子杀是增长你的这个嗔恨心，所以敌人会越杀越多，没有穷尽。而真正能够消灭敌人的方法不是杀敌人，而是消灭我们的烦恼，消灭我们的烦恼，外在的敌人就会渐渐的减少。所以真正消灭敌人的方法不是把他杀掉，而是我们
能够清净我们自身的烦恼。好，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啊，很简单的啊。像说我们这个孔子不是也有讲，就是讲说，远人不服，修文德以赖之。好，既赖之则安之，我们每个人都会讲，既来之则安之。好，我既然来了，我就在这边安乐的待着哈。这个是断章取义，故意去怎么讲扭转他的原意？他的原意不是，是说远人不服，远人不服，远人指的是他方啊。他方如果对你不服气，啊，修文德以赖之，就是我就应该修文德，这是指治理国家，我就应该要好好的治理我的国家，以赖之，赖就是这个来去的来，然后念四声赖就是让他过来。对方对你不服，我们不是把他杀掉，不是去跟他打仗，而是我们把这边我们把自己的国家治理得很好，好，我们人民所得每天10万块美金，哦，那外面其他的国家每个人都想要移民到你这里来，这边的所有人民每天净赚10万块美金，那是每个人都要移民到这个国家，这个就是修文德以赖之，哦，就是敌人我不是投炸弹去把它消灭的，而是我们自己做得很好，让他也羡慕，他也想要学习，啊，然后呢，他就会从敌人变成我们的朋友，啊，这个就是，所以我说这个道理佛陀讲的非常的这个清楚，但是这个其实你只要是这个脑筋清楚的，都能够知道这个道理。敌人并不是靠杀可以杀干净的，那只不过是说我们自己的这个烦恼习气，我们不习惯去做这样的思维，可是稍微想一想这个道理就可以通了啊。所以佛陀讲的道理跟外道不同，但是没有说非常的深奥，我们稍微冷静的思考就可以理解了。这些简单的道理我们稍微想想，我们就可以朝向正确的法道上面走去了，用不着去讨论到非常深奥的这个道理。那希望呢，大家如果能够稍微思维一下，这个简单的道理很容易可以了解的。那我们再往下看，那这个呢就是第67个偈、跟66个偈呢，它就是一个反证，就是讲外道的例子来反证是什么呢？这也是一个故事啊。67个偈讲说华汉在童子啊，这个因为这个限于字数的关系哈，那字数比较少，我等一下会解释，不然这样子看不大懂。华汉在童子，以枪斩亲旧，永宁以自见，碎裂烦恼网。这个华汉指的是就是说这个浩瀚的这一些经典叫华汉，然后这边在是指记载啊，华汉里面就是这些种种的浩瀚的经典里面有记载到说童子，那印度的这个经典里面讲童子，如果是一个特殊名词的话，指的就是六面童子。好，六面童子这故事我先前讲过的，就是湿婆神的儿子之一，一个是象头天，一个就是六面童子，骑着这个孔雀，然后有六个面的童子，因为他有六个妈妈，所以他有六个脸，然后他主要的武器是一个短枪。以枪斩亲旧，就是他用这个枪斩了他的亲舅舅。这是什么故事呢？湿婆神大家还记得吗？湿婆神的太太是谁？乌玛是谁呢？他是这个山王的女儿，雪山王的女儿，所以他是山神的女儿，那么他的舅舅也就是山王雪山王的女儿，雪山王的一个儿子，叫做这个
叫做匆匆，哦，应该叫做匆匆。好，匆匆的话，这个翻译叫做仙鹤吧，仙鹤山之类的。哦，它是一座山呐，啊，一座山。哦，那这个人呢，他这座山，这座山呢，这座山呢，他非常的霸气，非常的霸气。然后呢，他甚至于他的这个威势凌驾于他的父亲之上。哦，因此呢，他就非常的跋扈，他就命令就是说，这个所有的这些山，其他的山，哦，都不准做爱，哦，现在做爱呢是我的特权，哦，我的特权，其他的山都不准做爱，哦，然后这些山呢，就这些其他的这些山呢，就这个碍于他的这个霸气，都也不敢违背，啊，可是呢，这个基本的欲望又没有办法忍受，哦，又没有办法忍受，然后呢就去求这个六面童子说，你可不可以劝劝你舅舅，不要下这种奇怪又不容易做到这个命令，哦，然后这个六面童子就去求那舅舅，就是说你可不可以收回这个命令，哦，你可不可以收回这个命令，因为呢这个命令不准其他的山跟他们的老婆做爱，那他们受不了啊。然后呢这么一讲，这个他舅舅呢就反而更跋扈，他说我偏偏就是要这样子，哦，你能够奈我何，哦，我偏偏就是不准，哦，你越是求我越是不准，哦，然后这个六面童子一气之下拿起枪就跟他舅舅打起来了，哦，那六面童子呢是天神的将军，这个故事我们以前也讲过了，哦，所以他的武艺非常的高超，然后跟这个天神，跟他的舅舅战得不可开交，然后连他的妈妈，哦，妈妈等等呢也都跑来看，因为对他妈妈而言，那是他的亲哥哥嘛，那非常的焦急，一个是自己的哥哥，一个是自己的儿子，不晓得该怎么办，哦，那这两个神呢就不理其他天神的劝告，就非要打个你死我活不可。那最后呢，这个六面童子就用他的短枪，哦，把他的这个舅舅从正中央把他给砍成一半，然后就裂开来了，这个山就裂开来了。然后呢，这个故事就讲说，那其他的山就很高兴，哦，其他的山就很高兴，就带着他们的太太，哦，就当场呢就在这个裂开的这个冲中的这个。的这个上面就跟他们的这些山就跟他们的太太就做爱起来了，哦，这个不好意思，因为这个印度的这个神话就是这个样子，哦，那这边就是讲说这个六面童子呢他对于自己的亲舅舅他一样是把他杀掉、哦，那么反观佛陀呢，佛陀他是勇是勇士的意思，就是说真正的勇士您也就是佛陀以智慧剑碎裂烦恼网，就是说你呢不是去杀害自己的亲人，跟他完全相反，你是用智慧的剑把烦恼的网把它给碎裂掉，意思就是说这些痛苦，比方说像这个山，这些众山他们就说，这个故事里面为什么造成这个六面童子会去杀害他的亲舅舅呢？这个就是因为贪欲嘛，因为性欲的关系。所以说你如果能够对峙这个欲望的话，无所谓啊。这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能够对峙你的烦恼的话，你就不会有这一些。就不会造这些恶业，然后再常受到这些苦果了。所以说佛陀的故事跟这个外道这些天神的故事是完全不一样。佛陀不会因为烦恼然后去造下杀害亲人的这个恶业。为什么？因为对峙的方法完全不一样。佛陀知道说这个痛苦的根源在于哪里？它是从根源当中，从根源那边去对峙的，好，而不是说因为烦恼，然后又去产生更强的烦恼，然后来去造下甚至于杀害亲人的这一个罪业，
好，这个所以呢，这边呢，当然啦，这个故事也是蛮有趣的啦。但是呢，这边要搞清楚，好，搞清楚这边告诉大家，就是说我们要对治烦恼，对治烦恼呢，要对症下药，要从正确的方式，要从用正确的方式来对治烦恼，好，而不是用这个另外的烦恼来对治烦恼，那这样子呢，只会让我们造下更多的罪业，让我们的痛苦越来越强。所以说呢，你看像六面童子呢，他就说好吧，这算是一个勇士的一个行为。可是问题是说，他要解决这个纷争，他的方法呢是杀害他自己的舅舅。好，他好像要解决一件事情，可是呢，他用的方法是造下另外一个罪业。好，那这个呢，正是我们世人的这个解决痛苦的方法。好，我们解决痛苦的方法不是从根源来解决，我们造一个恶业。我们为了要解除一个痛苦，我们去造下一个恶业，就好像说，你今天，我正好昨天看到一个新闻呐、啊，哦，就是说有一个抢匪去抢钱，结果当下呢，他跑了没多久就被人家逮住了。他说为什么？因为他有几个小孩，哦，然后他失业很久了，然后他最小的小孩要喝牛奶，他连奶粉钱都没有。好，然后他为了要解除这个痛苦，他去造一个新的恶业，他去抢钱，不但这些钱他没有办法拿来给他的小孩买食物，而且还要造成自己因为这个抢劫的罪，他还要被关，他就是眼前他用的方法是给自己造成更大的痛苦。好，那么这个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其实我们在很多很多场合呢，我们就是说为了要解决一个痛苦，我们采取了造新的恶业，那这个只会给我们带来更大的痛苦。好，那这点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多思维一下，因为佛陀告诉我们，我们要解决痛苦呢，我们要从根源去解决，而不是用烦恼所衍生的方法来解决。所以呢，要像佛陀一样，以智慧的剑来碎裂烦恼网。所以我们应该要去多思维佛陀告诉我们的道理，四圣地、十二因缘等等这些就近解决烦恼的方法。好，那我们要解决痛苦呢，要用这个智慧来对治烦恼，这个才是真正解决烦恼的方法。好，大家好好的想想，好，那尽量减少我们再去造恶业的这个倾向。好，那这样子对大家眼前还有未来应该都是会有帮助的。好，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哎呀，当然出去杀家人你命了呀，这些人不是四个月那他的台湾拿了呀，那他家是四个月他来呀，他藏马给夹脚的腰拿肉拿书给你给藏马他肉把拿肉拿死你需要你吐血。
拜。